是星辰，我会回来。审查恐惧和绝望的梦想，你的灭绝跟其他人一样来临，无法逃避。你在终点，孤独的小孩渴望陪伴，但首先
从第六感开始，人原相信死后得永生，有安慰战胜恐惧，不再恐惧。
看我。我记得他来到我的梦中，向我展示宇宙，向我展示希望，无尽的可能性，真理和重生。快要结束了，我可能得不到永生，但我的威力会在宇宙散播，在多维空间呼吸，我的肉体和血灰飞烟灭，时空连续，量子宇宙，平行宇宙碰撞，26维空间都在这里。我是星辰，我回来了。Follow me.